啊，我是大家人不外吼，因为我到本来学汤门，啊，到尾从阿吴志衰遐讲汤门吼，啊，我也是食清水。哎，总而言之吼，啊，今日来含各位见面，因为我住地较南边吼，小汤门啊，无法度去阿吴志衰。啊，即、這个咱咧感谢嘉义兄甲即个蔡会长吼，互咱做即两个会吼，互咱即款年龄个拢有当来听。会这历史嘛，啊，这比较足重要，每一个人拢会当来，读历史来足侪。啊，今仔拄啊五月二十，我伫赛车来，一个发现讲，我这五月二十对我意义足大嘞。五月二十是阮后生生日吼。而且虽然毕脱啦吼，啊都，啊五月二十。我哋到我哋要关一日。大家来记住五月二十，台湾一个发生足大个代志，老朱元事件五月二十。老朱元的去往台西，去往台西，台湾有治外法权，所以美国人。新美国人啊，无侪怎啊送到美国啊，引起暴动哦。啊，这个暴动实际上含原来暴动共款啦，就官方受益、政治局受益，但是嘛是腐败怎啊撇出来吼，啊，造成足大个代志啊。我都讲五月二十嘛是，我听讲啦，唔知对唔对，啊，就 Queen Victoria 英国 Queen Victoria 生日啦。所以我讲五月二十，我咱过出足济嘛，啊，对我来讲。今天叫我来主持，唔就是我知影，我出坐到柜台嘛，对无啦？不过真趣味啦吼，啊，今天会当含啊各位见面吼，啊，咱我讲这个会话吼，所以咱今天希望讲，咱两会长吼，等下甲咱做一个开讲白吼，啊，有三位，迄、這个今天三位讲完，啊，每一个人，我想差不多20个钟来讲伊。伊选的迄个设计吼，啊，这设计，这拢做有历史记载吼，含我头拄讲个白有历史记载。啊，后摆轮流每一个人来讲家己，啊，这是咱家己爱讲咱家己历史啦吼。啊，三位讲完是，我就是吴主席吼，在这边吴主席吴先生。啊，甲老天亮吼，伊即嘛，做做跟主席嘛，第一任的会长，而且我所知影的会长吼。南卡州伊，我拄好当来是副会长。啊，即、這个陈庆林陈先生，伊同阿我伯伯啦，我想讲，赶快有人出去。啊，安尼，啊我简单安尼讲啦吼，啊，互大家最少知影我是啥物人。啊，所以咱即摆先请即个嘉宾兄来甲你讲一句话。来，我是今仔日。虽然讲咱这是迄落台湾论坛吼，台湾人论坛，但是今仔日的主角吼是历史学会的啦，所以我想也是交历史学会去吼相关的。嘿嘿嘿，多谢。大家长辈吼，大家老赞吼，大家老赞。这个即届吼，这个我阿家平诶平博士，阿家这个。黄教授吼，大家共同参动了来做一个台语人历史协会。啊，这历史协会就是讲要写咱大家吼，为着民主运动也好，为着台湾人伫遮的生活的成功的记录吼，大家拢做阵吼来甲写个。啊，因为大家即摆年纪拢真大了吼，啊，所以无空去。但是这个来做这个非常重要，写咱的历史的这个故事非常重要。啊，头一届咱办这个洛杉矶的台湾同乡会，过去甲今仔日同乡会对咱台湾人的贡献非常大吼，对咱台湾人的移民的这个过程中吼，发生真大的作用。虽然即摆同乡会即个活动真正少，但是咱要将即以前大家拍拼做即个同乡会历史，啊，甲最近大家最近来甲写起来吼，啊，
老后代的人讲，咱第一届诶，咱头来美国移民，即、這个诶长辈吼，做啥物款诶拍拼吼，啊，即、這个记录对将来咱整个台湾人诶社团有真正好诶鼓励吼。啊，我今日真欢喜大家伫互相纪念，啊，大家做阵来回忆啦吼，来回想咱各自拍拼诶历史。啊，同时，这个会结那结束了吼，希望有意愿的人，有非常有意愿的人，大家来组织一个，来组织一个这个警备台湾同乡会这个历史吼，啊，共同去来将这珍贵的历史，会得较完全来个记录起来，来个收写起来，啊，然后咱后辈后代即个子弟来了解讲，第一代的台湾人做啥物工作？多谢各位。来，即马我想咱请啊，吉先生你开始啦。好啦。我至少二十分钟，我就是先说了啊，大家，啊，咱去了三位讲完，啊了，啊咱开始就跟有些讨论，讨论到部队要维持，咱再十分钟吼。来，即马到林志先。多谢迄个台湾人的论坛，啊，甲迄个历史协会有这个机会，互我来讲一寡过去洛杉矶台湾同乡会历史。因为我头一个讲的原因哦，可能我住较远啦，所以想讲哦，笑啦，是嘞嘞吼，几个会对嘞，你迄个时阵，我甲呛白先讲下吼。我的地方就是要讲迄个洛杉矶台湾同乡会的过去，啊，到今仔日啦。啊，这个要讲的话，就是讲同乡会的背景。啊，洛杉矶台湾同乡会1968年到1971年，啊，是安怎个六八到七年是我有参与的。虽然我迄阵六月二就来，但是我有参与。中央会工作是迄个1968到1970年，啊，所以咱要讲洛杉矶台湾中央会讲名，啊，甲讲今日的洛杉矶，啊，甲过去啊，甲过去，这是我今日要讲的内容。台湾中央会吼，是国民党逼出来，1960年代。台湾人开始来美国留学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科学浓厚，甲苏联拼袂过，所以美国政府啊，伊用真侪钱来发展工业，来发展科学，所以哦，向全世界，而且大学学生来美国留学，啊，替因发展因的科学，因的工业，所以后头拍。迄、那个研究这个代志，所以1960年代的时阵，台湾人大学毕业生拢伫来美国，伫来美国。1960年代开始，啊，国民党吼私心啦，伊踮咧大学的时阵，伊开一个叫做中国同学会。伊就先打出来，讲开一台湾迄个中国同学会。啊，台湾人来的时阵吼，就要叫伊来加入，袂使讲你是台湾人，你就要讲你是中国人。啊，你就要加入中国同学会安尼。所以台湾人啊，开始伫不满嘛。台湾人的学生开始伫不满，所以在这个大学组织台湾同学会。啊，毕业以后的时阵，伊去外口去工作的时阵，开始组织这个台湾同乡会。所以台湾同乡会啊，实在是国民党逼出来。所以迄个时阵啊，差不多1960年代中期的时阵，有人就开始毕业，啊，有人去教授，有人去大学做教授，啊，真侪人去外口去工作。所以台湾人斗阵，
啊开始组织这个台湾同乡会，所以才有同乡会的产生啊。这是这个同乡会的背景啊。1902年，洛杉矶迄个中期差不多有400-500个。1965的时阵，台湾人开始有同乡会，迄斗阵，迄个时阵啊，迄个时阵是差不多拢200-外个人啦。所以1902年时，洛杉矶已经有聚会啊，啊迄个。1968年，迄个时是柯侯水咧做会长，啊，我有咧甲帮忙，我咧甲帮忙啥？咧发行迄个 newsletter。看，你看，好。你敢会使做一条啥物？1960年代，孔丘达文化。迄个时阵无不是用 computer， 所以咧，迄个 newsletter 还是拢是用手写，啊，再落印啊。你就你使个放大。所以这个是1962年，1969年时阵就开始有发行这个 newsletter。拢是用手写，啊，迄个时啊，迄个时就是我咧写的。吼、哦，像这个时就是用手写的，啊，到落印，所以迄个时是我咧写的。啊，迄个时阵哦，拢是用手写的，所以才拢，然后上面活动的时报告的时。纽西兰一支人也拢是用手写的。那你会啊？啊？会啊！所以老天留给咱们，你再看看去，老天留给好。吼、哦，啊，当刻伊个名，当初伊个时阵，吼、哦，就是用手写的。嗯。我想要讲，就是讲，1962年台湾同乡会有咧发发币的时阵，是3月发行newsletter一支啊。啊，迄个时阵就是我咧写。啊，这个是古早的这个地了啦，吼！啊，即摆即个伊来看这名，是这人了里向了吼。1971年是，1971年是有一个迄个聚会啊，啊有发现一个迄个 membership 来去，迄个时阵是我设计，所以这个是卡吧。我今仔日讲的，就是讲，在迄个期间的时，在迄个时间，1968、1970、1971，我有咧帮忙同乡会的时，咧帮忙考试的时，有发现这纽斯底下啊，甲遮迄个咩个收倒去，迄个是遐记录啊。啊，我1971年离开，啊，因为我来洛杉矶，迄个目的是要赚钱。因为1965年的时。我来美国时，阮特别是健身，啊，我顺啊，迄个平衡啊来才做些，赚一寡钱，啊，再搁去学去读书安尼。所以1971、1972我离开洛杉矶，啊，继续我学业。啊，毕业以后是哪真好，请去田纳西去做教授。
啊，最近才要倒转来，所以我才咧讲，我的参与是迄个六八甲七一年。啊，现在要搁再另外要再讲，就是讲，独山基中央会的贡献。迄个1970年代初期啊，迄个全美国的中央会差不多27、28个大都市啊，27、28个。啊，所以迄阵超大人就开始讲，就爱组织一个全美会，全美台湾中央联合会，讲有咧全美会。啊，迄个时阵两个大的中央会就是美东中央会甲洛杉矶中央会。那美东，美东就是包括纽约，纽约是 Philadelphia、Princeton、哦、Pittsburgh 遐，或者美东中央会。啊，洛杉矶，这两个上界大个。所以，啊，甲迄个是讲芝加哥算得真大个啦。所以有这三个发起，组织一个全美会。啊，第一届迄个会长就是。你当下里位迄个第二号啦，即个人已经无咧活动啊。啊，副会长就是柯洪水，我上记个柯洪水。听你讲起来啊，即、這个意义真大，因为啊，因为即个全美台湾中央联合会就是全美会组织起来阵，就是开始台湾人即个社团在美国先行起来。开始有一个风，开始有一个形啊！啊，迄个第一届会长第二号最了是第二届就是柯洪水啊。柯洪水的任期就是1972年初甲1974年八月31日，这是柯洪水的任期。柯洪水的任期啊，伊做啥物代志咧？第一项就是伊扩大伊即个分会的组织啊，所以伊啊扩大到47个分会，全美国47个。第二件代志伊做，就是把迄个王春芳这本杂志做全美会的会刊。王春芳这个这本杂志是1969年，有一个叫洪德胜，一个学生，一个迄个台南，踮咧考拉来读书的时阵，伊发起的。啊，这个王春芳就是咧王文秀咧写台南的代志。啊，所以咧考试做会长的时阵，伊成就有三项代志，第一就是扩大这个分会。吼、哦，全美国分会。啊，第二就是将这个王春芳这本杂志，甲做这個全美会的会刊。啊，第三就是，第三个就是设计一个全美会这个 logo。啊，漳州还好，伊办一个美术家，设计迄个美术家设计的迄个 logo。所以这个就是王春芳迄个杂志，吼、哦，啊，这个是伊个 logo。这个 logo 就是，上拄好伊办一个美术家，啊，才叫伊做设计。啊，这个就是美国吼、哦、所有团体第一个 logo。美术馆名是啥物？哈？美术馆名是啥物？哈哈哈！所以这就是这个老板。你自己丢啊，就是。一个片哦，一个片，这是台湾吼。
物质真丰富，啊，伊个背后人才真多啊。来美国的拢去，拢去亚庇的啦。讲到这个全美会哦，讲到这个全美会，一开始甲所有全美国的这个各所在这个分会哦，那个集结的时候，开了一个真大的 impact， 对台湾人讲起来，对国民党讲起来哦，真大的 impact。因为现在呢，分会遐尼多吼，各所在分会遐尼多吼，一条人伊甲破解分吼，变做一个力量，迄国民党会惊咧，就开始讲台湾人开始咧团结起来。嗯，虽然迄个时阵分会是里里当当，但是伊甲破解破解分吼，变做一个组织吼，迄是一个力量，迄真大个 impact。所以吼，国民党也抓着吼，啊，台湾人吼也是真大幸福啊咧。因为洛杉矶的贡献，因为美东海会的贡献，造成全美会的完成啊，予台湾人真多的鼓励啦。所以在1974年啊，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开始组成。伊这个世界台湾联合会组成起来是有着受着这个全美会的影响，因为全美会的成功，所以欧洲、美国、日本，啊，加迄个美洲，吼、哦，组织一个世代会，所以这个世代会也是受着这全美会的影响，就是这牵入亚细亚的啦。所以我咧讲。洛杉矶的贡献，洛杉矶有啥物贡献？洛杉矶同乡会的贡献，有贡献无？有啊，真大个贡献。一开业，就 impact， 使乎台湾人全世界拢较靠来安尼。当然，伊个力量无大啦，但是伊个影响所及，吼、哦。所以洛杉矶同乡会有贡献无？即摆来讲起来，算是真大啦，吼。迄个上届头先的时阵吼，迄个全美会即 Formosan Club of America。啊，伊个 club 是吼，刚那拢是算个社交嘞，所以全美会会长第一届、第二号、第二届、二号岁、第三届五木信，迄 Texas， 第四届甲博士，迄个 Houston， 第五代陈东山，因感觉讲吼，即个佛摩山 club 吼，迄是敢若算个社交真非常 informal。所以，陈东山咧做全美会会长的时候，伊建议我甲改起来，所以叫 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好，所以这就是即马咧建立全美会的名，这個、名是为啥来？1985年，陈东山咧做会长的时候，安尼的。你这个倒转去，迄个原来 design。哦，不倒转去。迄是干那名，迄个干那名啦，干那名啊，名，干那名改起来，啊，迄个伊面就无改。王春芳吼，王春芳做一个迄个全美会会刊吼，迄个impact真大。因为迄个时computer还未发明，可是那computer咱即摆哩伊面哩拍来拍去。当初迄个通讯时拢是写批啊，所以咧，王春芳这本杂志的发行啊，影响真大的原因就是伊一个人发行一期啊，啊写文章啊意见写话话时，送去哦全美国所有台湾人，变作一个交通的屁股啊，甲所有这个交通拢是甲缩短。
所以这个望村拢这本杂志，全美会贡献真大啦。啊，正拄啊好，拄啊有一个美术家，啊来经营的是啊了五七块多，最在方面，所以适合这本吼，搁较新鲜安尼。所以迄个时阵啊，迄、那个内面的图啦，也是讲是迄、那个。pattern 啊，拢是迄个美术家画啦，拢是美术家创啊，伊真加趣味啦。不过你安尼看十字的时，拢是干来读字的时阵吼，睇也真鲜。所以三不五时有图有啥的时阵吼，较趣味啊咧。啊，像拄啊拄啊有一个遐画图，啊，较趣味个遐咧。全美会的成功，接近了台湾人组织开始第二届。1984年世代会组成，1976年林冠会就开始组成，啊，1983年发拍，我想真多人知影发拍。哦，啊，伊嘛是开始组织起来，所以，啊，这个基金会，这是迄个张善龙迄个联名迄条啦。啊，改革以后是因登去台湾，所以搬登去。我要讲就是讲，以后的时，再组织第二起，甲全美会，的这个。成功，我想是真有关系的。蔡东明在去台湾的时阵，在推广迄个公民大桥的时阵，吼、哦，嘛是叫这个画图落甲设计来。啊，迄个李世波伊登去台湾的时阵，伊嘛是叫这个画图甲设计来。就是讲，迄个 impact， 全美国迄个 impact 的成功哦。多多少少，甲台湾人靠起来，无形的力量，吼、哦，啊，开起真大的信心，吼、哦。所以这就是迄个全美会的这个贡献。啊，全美会的成功有两支大支脚，一支脚就是洛杉矶台湾同乡会，就是这个会。咱今仔要来讲这個今日的洛杉矶啦，我是要来讲过去的洛杉矶哦。今日要讲台湾今仔日的洛杉矶。今仔日的洛杉矶哦，就是唯一，敢若一个美国大型的都市、中型的都市，无一个同乡会的城市了，洛杉矶了。洛杉矶，你敢有看到？当然会无去啊！伊虽然古早是遐尼风风烈烈，好多年，但今仔日洛杉矶是唯一全美国无一个同乡会的城市。台湾人全世界上较侪人多啊，就是咧台湾本土嘛，去台湾人上较侪。第二个上较侪的所在是啥物人？就是咧南加州，洛杉矶，这是台湾人上较侪的所在。啊，四分之一的台湾人吼，拢差不多住咧南加州啊，所以这是今仔日的洛杉矶。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讲，洛杉矶同学是一级的高级，咱咧台湾咧读历史无？讲车站楼啊，一级的高级啊，台北松山堂二级的高级，吼、哦，啊，同对
甚至于黄毛城三级的高级。咱若要读台语人的历史啊，独山区动物园会啊，应该得来 classify 一级的高级，一级的。我反正是要放放出来吼，啊，让大家知影一下。好，我讲我的结论吼，我时间到，就是讲历史是建立活动的迄个记录啦。啊，咱大家拢应该就爱了解建立历史安尼。伊哩，知影建立历史，帮忙咱从哪个出身开始啊？所以，台湾人、台闽人应该就爱了解建立历史。多谢，大家欢迎。这是天龙兄吼，啊，我想伊嘛有足大历史来讲吼，我了解天龙，我知影了足久啊，不过我嘛无了解伊，所以今日天龙兄就在听听嘛，我嘛知影伊做足侪场，啊，伊最近的伊就过去我所了解伊就是生活做单位拢伊伫南投这边，啊，伊的太太今日不是嘛，来伫在主持，听讲伊讲伊的天龙兄伊我要替伊。来，非常热了。我本来看到通知是写讲回顾台湾同乡会活动甲贡献，吼，啊，我对贡献有另外一个看法，我无要否定。肖定关心兄伊讲的台湾同乡会即个正面的贡献，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贡献在我的想法是讲，咱对咱的故乡、咱的社会有啥物真正正面的即个改革、改进，还是讲进步帮忙啊？我是想着讲。咱四十九年前吼，斗阵来做伙，有啥物贡献？今仔日阿扁啊，还搁在遐内底，吼、哦，今仔日清正兄，伊嘛是去互安尼几个、几个月、九个月啊，食免钱饭安尼，吼、哦，咱的叶清江兄。也是同款，都爱讲离开。若无的时阵，伊嘛是会同款的命运。咱迄阵以后，林义勇因厝的代志发生，刷落去，去年啊，搁有即个啥物洪仲秋的代志。啊，洪仲秋以前还搁有台中的啥物王志兰的即个命案。所以就是讲，咱到底四十九年来，咱讲贡献、咱的努力、咱的牺牲，到底有啥物正面对咱的台湾有啥物影响、贡献？再看起来实是无啦。所以今年这个，我说太阳上太阳花运动，因遮少年人甲咱讲，讲多谢恁遮前辈的努力甲拍拼。但是，换讲家己来啊啦，因为若无会食，这个民族差不多就要消灭掉啊啦。拄啊，关心兄吼，伊所讲的历史是为1968了吼，啊，我正要开始来为68以前啊哩，因为68是我毕业迄年啦吼，啊我来 UCL 的读书是1965。但是我要出国以前，有一些历史，就是讲，我本来是做兵，退伍1963，七月退伍，啊，随八月，随准备讲要来，遮教个上课 ，UCLA 啦吼，教个上课。但是八月去马偕病院翕 X 光的时阵，伊甲我讲放弃啊，计中间讲要去看，看结果，甲讲放弃啊。我讲，我提无法度。第二天搁照一张，吼、哦，啊，第三天搁倒转去看的时阵，他讲，
敢若有问题。啊，所以我第三天全招我的大兄，我的大兄是日本第一代哦，台湾大学的正牌医生，甲我斗阵去，去马家病院啊，看讲 X 光到底有啥物问题。来咧看 X 光前是马家病院的副院长，叫做黄文古啦。文古坐啊，点点，迄 X 光看的啊，点点拢无出声，拢啊，无要讲倒一个毛病，讲啥拢无，拢点点安尼啦。结果就是安尼，我未通过。1963年九月袂当来遮读书，无法度开始倒来找头路。上帝安排吼，我全找去一间日本商社，叫做马路边的义达万宏饭田株式会社。我全入去啊，我接手以后头一项就是做身体检查，身体检查通过 ，X 光也无问题。全点名吃头路，三个月后有一个中国人，也是姓吴啦吼，来这个 office， 啊叫这个吴秀慧一个小姐吼，就是我上台无问题，走我一届，吴秀慧小姐叫伊来甲讲，讲要解决我出国的问题吼，6000块就会当解决，吼，啊伊讲因为我是年轻人爱讲话，吼，即个你看阮我过去的这个。年轻人爱讲话，所以我叫工作等讲，我这个时阵以前有爱讲过什么话？第一，就是1947年二二八了后，我才七岁啊，二年级了吼，开始上课，老师叫人买十二包啊，十二包啊买来以后，买来我很开工头前已经拢。跳一挂调啊嘛，人拢用过跳一挂调啊，所以讲我就去甲老师 complain 嘛。迄个高清辉老师，老师点点伊是无甲接你啦。不过三个月后，阮大兄，我一个三兄吼，为台中师范转来，伊毋知这老师安怎个讲来，阮大兄就甲讲讲，唔好随便讲话啦。就是讲来讲，为迄个时候1947年2月是二月哦。啊！我事实是九月，刚才是二月，我咱就知影讲伊咧。我一世人头一摆知影讲，什么是咧贪污咧，咧外国咧，什么啊？哦，迄个第一摆。啊，第二摆爱讲话是啥物？是讲我做兵啦吼，做兵我教兵的时阵，迄兵啊讲高雄屏东迄支啦，咱军中军这军服给人吼。啊，即、這个伊个军衫无盖挂，啊无盖挂，伊头一礼拜在欢欢喜喜转去，啊礼拜暗嘛转来讲要共掠去关禁闭。我讲哪会使？我讲你个军服是咱军服人，啊你也无代无志要共关禁闭，因为我对即个关禁闭真敏感，我先这样来讲。我就来抗议，我讲袂，伊讲不要理他，不要理他，连长啦吼。啊，我将无法度，我将行去硬叫去。我想讲，唔对啦，吼、哦，啊，迄暗嘛无效啦，同款掠去关啦，迄头面啦吼，啊，迄暗嘛将咱连长安这么规连内底人大声阿亮，阿亮，所以嘛这边爱讲话啦吼，啊，佫另外一边是咧，我这边是咧读书大学的时阵，换我做班长三年的时阵，我是上台外文的，我做班长，啊，一个。忽然间吼，一个中国人，伊都唔是阮哩期考入去的嘛，哦，但是伊是伫高中的时候走啊，自己一个外省人出关的，伊就下课先走来我边，伊阿讲，你做什么班长，窝窝囊囊啊你，哦，在讲啥蛋？啊，我就踮咧学校门口的时候，夹头搭车，我撞到伊，我就讲，你若是搁对我不客气，我永远对你不客气啦。我就偷工哦，我都忍袂住。所以去下晡啊，头一节课德文，刷的时候，伊就过来问讲：“你是不是威胁我？你威胁我，我可以报训导主任，我也可以报警备总司令部啊，你呐。”啊，我听到警备总司令部全起笑起，因为我的大兄1950年吼拍死以前，
我定定咧走台北北市啦吼，啊，甲走文化处。我咧想你咧学校内底无代无志，你奈甲我讲要去报警备总司令部？啊，我知影甲即款咧讲诶吼无效，无理啊，袂当理论，我就甲错。真，哦，啊甲错啊错，哦，班内人同学都来掠掠啦吼。啊，结果就讲以后当着见面真客气，但是我就知影讲记录也是拢在遐啦。因为这款学生派咧无代无事，拢派咧，你甲敢是要创啥？我一大影互你拍死啊！啊，你怎么搁安尼？安尼要糟蹋安尼吼？所以我讲，我讲爱讲话就讲，我甲你讲三摆就好啦。我上班上到十二月的时候，马家平才甲通知讲，讲会使去啊啦。因为我也唔知影讲，台提钱去买路去啥啥，咱也无迄个钱啦，啊也袂晓啦。啊，所以十二月将放我走。啊，我过当年，我要离开前，就去这个马家平吼，咧这个 reception， 这个 counter 这个 reception， 这个查某囡仔叫伊讲叫做林小姐，我就。去因兜中山北路巷仔内，我就甲拜托讲，你敢袂当甲我讲讲是安怎？我安尼刁难刁遐尼大呢？伊讲你卖阁问啊啦，卖阁问啊，会当出去就好啦，会当出去就好啦。哦，啊，这个小姐即卖无条是住咧咱遮南加州，啊嘛无错，我一定讲毋是姓林啦吼。我来讲，伊台湾即卖无落红色吼。OK， 我1965年5月。离开台湾，来洛杉矶，真拢离啦，真啥物事？我头一个去找啥物？即台湾独立运动的即、這个两个内底一个叫做吴文荣啦，另外一个是蔡同荣啦吼，伊拢在 UFC 啦。啊，我就去找吴文荣。罗文荣是咧，你看，啊，当然无。是，罗文荣就加在滴，因为关心遐我咧。我咧这段时间伊拢咧变啊，偌混乱吼！我头一天去找伊的时阵，我无车无啥啦，啊去找伊，因兜客厅内底坐迄个人，就是后来有人讲是国民党派来咧监视的啦，迄个人，吼，所以就从安尼开始啦。1965年有两项代志啦，我入学吼，入去 UCLA。因为我是本来成大外文系转系，转去商学院，所以我都爱选课，都爱补修足侪啦。头一科是经济学啦。阮班咧内底吼，有一个是台湾大学经济学的硕士哦，伊话甲同班都爱选迄科啦。结果韩国组教头一遍的这个期中考，伊就来讲你。做啥事情嘞？伊讲你台湾大学的经济学的硕士，啊，你读比人头一摆，真是无影讲我读安尼好啦。但是伊是讲比人骨较歹安尼，台湾大学的硕士，所以互你看咧讲 ，UCLA 也同款啦，哈佛也同款啦，哦，拢同款嘞，拢只排出来吼，无啥物好材料啦。结果因为我唔知伊同毕业无啦，后来就全部看人啊。结果我互我艰苦三年，互我毕业出来。但是当大学出来，还佫有好证，有是无好证。我的小弟慢我半年来 UCLA， 伊是学士，我来遮吼，伊憋一年半吼，伊就硕士佮摕起来呢。UCLA 要佮留个读博士去外，全走去耶鲁啦。所以是阮小弟吼，伊就讲当大学的素质。咱的人甲因的人也阁是差真大啦。我去 UCLA 的时阵，1965年无人甲我迎新啦，关心遐嘛无甲我迎新啦。伊厝伫遐啦吼，啊，所以我将正经真啥物事，过当年1966年9月吼，我就甲伊迎新啦。UCLA 我都头一遍就落讲迎新啊，迄阵已经有伫个啦，吼、哦，迎新啊，迄是1966。
啊，从1967的2月28，都有人吼，我唔知影是毋是啦，都有人踮咧后刊吼，跟这个2月8的代志安尼定的，吼、哦，所以这是咧有时的，啊，我的感觉是讲，当然，咧迄个时阵。UCL 内底有一间叫做东方图书馆啦，吼、哦，啊内底有摆这个《中央日报》甲这个《人民日报》啦，吼、哦，啊咱就想哇头一摆来这自由的国家，咱就去图书馆来个看两个报纸安尼吼，不过安尼也袂使啦，因遮这个洛杉矶的这个，唔知是领事还是啥啦，都一日到暗拢在遐咧图书馆咧监视人啊，啊大目睭安尼安尼。还咁咧清棍清棍人啊，你呐，哦，所以我嘛是，当然我出社会啦，反正但是我用知影拢有咧监视啦，所以就用咧班咧咧监视，哦，班咧嘛是要甲你监视，咧这个图书馆嘛是咧甲你监视啊，你呐，所以这是差不多六七的时阵吼，68，哦，我迄阵是真唔甘愿，就讲恁会当踮咧台湾。踮咧啥物浙江同乡会、山东同乡会，啊，阮踮咧遮安尼，足啥物事也袂当讲，无就是啊，台湾同乡会安尼，安尼真唔对啦。所以我踮咧 UCL 的时阵，个从哦从个有一年是，可能是六七的即个高阿丁会吼，高阿丁会啊，伊哦做高阿丁来啥吼，但是迄个卡点，迄、那个国际学生中心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 迄卡点，然后就收起啦。在休息啊，刚才有人跟拍掉，哎，就是讲咧 UCL 的时候，敢若有这段啊吼，啊68了后，我将，甲拄仔咧讲何穗吼，何穗柯何穗已经做三年会长，啊无人要接了，啊无人接起来时阵，迄阵才是庆林爷吼，伊较有天良啦，伊才是做副会长，敢毋是？啊？哦，你好，我是的，是的。哎，就让我啦，啊，所以我就来接个。河水已经做三年，我就来接个。我做71年的时候，实在是真艰苦啦。正月吼，正月踮咧请那趟开会，啊，讲选举，啊，讲吼，要用我全接来做会长。我阵拄去参加迄会时，阮第二个查某囝生出几工啊？吼，差不多60工嘛。今年的代志，1970，差不多3、4月啊吼，台湾有一批海军啊，来龙美去接船啦。啊，接船，我迄年拄开始买头一间厝，刚刚无分得出吼。啊，这个王文宏啦，一个少年囡仔叫做王文宏啦，嘿，伊就去啊海军啊吼，啊，带去阮家，隔天刚刚无伊啊无所办呢，啊坐啊电视踮咧看迄款的啦。阮就准备一款迄落做啥物？毋知望春风啦、台湾青年啦吼，拢迄款黄明端出来杂志，拢遮歹人出来杂志啦，吼，拢爱因咧看啊唱歌啦吼，然后斗阵唱歌，啊芭比 Q 啦，我毋知迄阵唱几。迄是1971年，啊71年阁发生两样仔代志，是平民面头一摆，为澳洲走来，啊去阿妈，吼踮咧 USC。开会时，啊，吼、哦，大家拢行，我行过暗暗行过 U.S.C 校园的时，嘛有人安尼向阳出来，啊，甲我叫讲好老的地方怎怎，我阵真甘心讲好，遮台湾独立的，也是真秘密点来安排，吼、哦，这个聚会，迄阵是平平面头一摆来 U.S.C， 1970年搁一摆，搁一项代志是，我的老母过身，我咧做会长。我唔敢回去啦，吼、哦！阮太太就出门的，你看，我想安尼，我就尽量换一下好心肠。但是说，你看，阮太太回台湾的时候，我踮咧温州跑办动员会这个活动，迄阵我采访两位动员会的本来几位都是我们今仔日又加又升级吼。伊还佫另外一位是杨浩生，迄阵是这两位为日本来，我印象足深的啦。哦，就是讲咧办同乡会啊，因为日本来。
一项物件无讲，就是讲1969年的时阵吼，六八毕业啊，六九专家，哦，随甲洛杉矶的同学们先合起来合作吼。六九的时阵，我办咱踮美丽威斯的吼，踮美丽洛杉矶是叫做 Rancho Park Golf Course 内底这个餐馆吼，啊办同乡会啦，迄边来200个人，蔡同仁做100个。Formosa for Formosans， 啊，一个卖5块，拢卖了了，连蔡同仁身躯白个搁卖啦，就是这个啦，1969 Rancho Park， 啊，啊，一个5块啦，啊。OK， 对，在这个时阵，同乡会开会拢是咧 UAC 啦，哦，啊，迄个时阵我就有一个想法讲，咱大家拢差不多同款的物件，啊，咱也无爱用一寡时间提出来讲相交换吼，莫干呐讲直讲同乡会，讲同乡会，讲同乡会，讲到侪是真。真干啦，真干燥啦吼，真干。啊，所以迄个时阵才讲，要来创一个什么会，讲会当邀大家来参加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安尼轮流演讲、会谈、吼质问安尼。啊，所以在 USC 1971年的时阵，在咧开会中间，我有一个小弟吼足土个，啊，迄阵咧号名的时阵吼，就是讲要号啥名。啊、我会记阮小弟来讲，阿鹏先我做谈话啦。啊，当然唔是讲伊提出来就通过，当然伊也爱佫有讲，大家有同意啦吼。全同意讲，鹏先我做谈话，这个名为迄个时阵开始啦。啊，先我做谈话就是讲，为先开始以后，吼、哦，大家应该认真继续轮流演讲、会谈、质问吼。啊，伊、那个目的就是讲，看讲咱大家。哦，较会当 communication， 啊，较会当斗阵做代志，效率看较悬个安尼吼。结果生活做单位，到即阵是啊，有一段历史啊，样真侪分类，啊样大家会努力吼，嘛产生真侪社界的领导者啦。哦，你讲像清志兄咯、清江兄咯，因拢转台湾，等于贡献哦。等台湾，还佫有甚物王秋生咯、江超仪咯，还佫足侪啦吼。啊，踮咧食个，无论医界、无论报界，吼、哦，教授会啦，甚物，足侪足侪啦吼。生活组单位至少讲有安尼小可训练，啊，要来负责一个团体啊，啥安尼吼，较有一些效果啦。所以生活组单位。我有搁做两项代志，就是讲我有去曼谷吧吼，去曼谷吧，跟介绍，因为这个曼谷吧，加拿大这个同乡会吼，甲曼谷吧大家文化协会因合办，合办这个讲仪式。1999年吼，7月初二到7月初9，因办一个比赛夏令营啦。啊，陈坚先生吼，陈坚先生就甲安排讲去介绍生活座谈会啦。啊，所以我阵嘛带出，我想无因请的演讲拢是，若毋是啥物教授、博士啥啥，啊，我今日去介绍生活座谈会，迄阵姚嘉文了伫个啦。所以我有介绍生活座谈会的内容。哦，啊，较上好，啊，甲我亲身的经验，结果是迄边了后，大家文化协会的干部全买两张机票给我，搁另外一个微信吼，去曼谷嘛，甲因介绍生活座谈会，拜六一场，礼拜一场安尼，所以你看有感想无？今仔日大家文化协会最近的消息是，后个月因的成立
头一个，即个叫做 Toastmaster International 的即个分会吼，即是咧后个月的。小我做单位，咱遮目前要的这个有啊，要啊，我会请个熟人。所以这是。迄目标真好啦，但是是讲为生活做淡薄，大家安尼培养出一挂即个能力啊，甲即个即好诶物件吼。结果为生活做淡薄，阮全部出来成立一个今仔日即主办诶红叶班，即叫做台美林论坛吼。就像咱逐个训练了后，咱会当讲出来社会吼，啊出来做即款讲论坛啦吼。大家来发表，来去看看。啊，人这款物件，美国人是拢做几百年啦。咧 ，San Francisco 也有一个做 Commonwealth Club 吼，人伊拢做几百年。人伊请无论学界、政界啥啥安尼，退休将军啥来演讲，啊才录音，啊才放出去两百二十台的 radio 吼，全国，这到底是足悬的。啊，咱的人才是有迄个办法。哦，主要是讲爱大家配合，讲今仔日有即个讲，讲协会讲配合，啊，若无大家拢家己孤军作战哦，实是拢无听着。所以我今仔日真欢喜看到讲，哦，有这种的合作，啊，希望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甲方向。最后我再做一个结束。阮两千。从四年的时候，这台北林论坛吼，因为这嘛是台湾同乡的一个活动吼，台北林论坛正个有请这个，你知1996年中共在弄，好无？在弄这个台湾的台湾头台湾尾的时候，这第七舰队为台湾海峡过岸，这总司令叫做赖欧扁呐，吼，这个已经退休啊，不过阮2004年正个的时候。有请伊来演讲，啊，伊嘛带因太太来，因太太是为啥全身麻醉坐轮椅来啊？哦，所以来参加咱台北论坛的这个年会啦。哦，啊，迄个四个，阮将带一群人17个吼，将去圣地亚哥，阮爬去伊这个 USS Nimitz 这个顶头吼。跟致敬啦！啊，因迄阵本来军部是讲，啊，阮即马即台咧维修啦吼，连免停的，恁也无爱去看别台啦吼。啊，但是即个阿边仔总统甲讲，讲即台对阮特别的感情啦。这是台北林论坛，经过讲吼，迄个。我想讲，叶红叶先生，即个是第一上高兴嘛，讲大家坚持吼，啊，才有通坚持到今仔日安尼啦，吼，所以我结论我来讲一下，就是讲，咱49年啊，吼，咱有啥物？贡献讲对台湾会当感觉，实我是想到啦。吼、哦，我的看法是讲，甲遮台湾遐少年个同款，即、這个民族实是消灭，即个消灭去啊。所以今日才讲我家己爱家己创，所以人苏贞昌、谢长廷因个知影，吼、哦，讲换人啦，一点吼，咱会当做啥代志？我的感觉是讲。咱无听到当初台北林论坛话，论坛啦吼，咱会当来请白人这款人吼，咱来请来演讲来解释。白人，伊去年讲一句话，我嘛真烦恼。去年伊炒七个吹三个月，伊在即个新台湾加油内底又讲一句，讲叫做去日本化啦，吼，这。糟蹋台西台湾人啊！你讲去日本化，这太简单了。去日本化，
今年四月初，伊讲啥？伊甲台下的人讲啥？我甲歹势吼，就是直直来讲。伊讲恁拢是阮中国人干出来的，吼、哦。这款的追求，台湾的人、台湾的少年囡仔，可能他唔敢追求。咱是毋是会当讲，咱个邀请，请伊来吃演讲，来解释，还是讲来道歉嘛？啊，若无的时阵，请你离开台湾呢？我会看到有一款，吼、哦，老实话，咱爱讲，爱担起，啊，若无吼，来搁照这个情形，搁继续49年的吼，咱台湾唔知要行到倒边，多多谢。进一步我了解天龙影啥物啦，但拄仔伊咧讲迄个，迄、那个学生吼，读袂落吼，我有一个信息啦，因为我了解一个，职业生甲我讲，讲实种，因遮学生吼，拢无咧读册啦，伊若要入去对学校吼，伊像伊代代吼，伊遐学历嘛拢假啦，学历假，毕业证书假，啊，成绩单也拢假，啊，伊要写几分就几分吼，啊，迄是真诶哦。就外口来讲是代代，啊，伊个成绩单，啊，实上伊分数是假的，因为迄时阵警备总部就是要求，伊就是爱配合，所以你考考校后面伊就来信息，伊就通去。我第二个问题，我讲你这王文宏是毋是高雄人？少年啊？不是古话啦，就啊对啦。哦，少年的对。少年啊，迄日我打断了，高雄真好面个囝。对啦对啦。哦，高雄又是真对对对。伊即摆正伫倒在边头，好啊，多谢啊！即摆咱上尾啊一个吼，不是上尾啦吼，即个正礼拜陈大爷名，我咱后面即个林青兄弟在边头讲，来，你甲伊讲一句。啊，朱永清大家好，啊，中午要食豆啦吼，大家，你唔客气，我讲短短了，因为咧联络时阵十分钟，所以我唔敢说真多吼。前两天早早七点钟，先去把它拍住。我今次晚上哪空哪位，前一天晚上上会，所以下个月较不一样。OK， 伊主要就是讲要直接来讲一个同乡会，一个常务会在建立的一个形式。所以我是叫这个交代这人对外面准备吼。啊，我家己呢是伫1992年就离开台湾。到时讲，那是国民党迄种激烈出来吼，我真单纯的感觉，当时毕业，台湾一条路真困难，你若不靠山走，每一条路就是往外走的，所以迄阵决心是真决心，就一定要出外，我到台湾，卖讲饲爸母啦，讲无囝嘛饲，有些事真困难，所以我那1960年。那最近出来吼，最近做搞了做了一个，我在先去谈，再去谈话吼，啊了以后，给1960年就直接就来啊，取了这个李家海，想继续做研究，实在人请这个研究来在图书馆吼，也是呐，高中教育就真好请，所以我们也想伫里头发展吼，投入也蛮相济，所以底下呢，第一哩要找厝的时。第一个去登台，那个家属登去台湾咱就真赞同就是，因为我来我死也在做厝，我来就请我吃拉面吼，夜到底要吃拉面。后来去登红军中，夜宿还是红军，是这个伊也比较爱在学生，所以根据伊的介绍，夜宿就有机会来真紧参加了台湾的这同乡会的这活动吼。夜宿有影真侪，我那活动应该会成功。差不多拢弄好，就有点细的吼，有些人在那走，所以有机会。啊，另外呢，对小弟弟等的这个考水证书，咱都用讲的考水证书，确实是迄个时代就真好的领导者。伊怎样开始足侪代志，真勇，真事业勇敢，还有真聪明，啊，佫真拍拼的这领导者。我常常咧开玩笑，我就是去缀你遮缀唔着啦，后面当作走起来，我台湾拢袂得等。因为啊，迄阵伊真好招呼，伊拢招呼遮同乡来吼，迄阵
平常吼，中央也是拢伫因厝个，遐就开始咧起厝，就是要将中央个口组织化，要起来。所以伊才做第一任个，即个口组织化个，啊，台湾中央会会长吼。真正话咧真济，但是迄个村较无即个特别个组织，敢若小少到底安尼吼。所以伊就开始做，啊，所以平常迄个村拢大起啊，迄个村大起是抱着使命感，要安怎个遮台湾囡仔。哦，咱遮青年真优秀，将来到台湾，来到美国，一个异乡的所在，会去当一个小路所在来斗阵，啊，互相来不方便做，伫这个环境面试，头路咯，吼，啊，像带队伍，就真正就交换一个所在，所以才是抱了一般的使命感出来，来救活大家。啊，所以说，平常讲，我想要做三个，真忝啊，叫大家省那个脚力。迄所以提来提去，你来较紧，你平常比我较大声来较做洛杉矶，我比较出，我系我来提，我无咧咱来做就出，所以伊做，伊竞选就做即个正的，我就竞选做副嘛吼。啊，所以今年迄阵就对安尼跑走啊，东西名有我讲真真个事情，迄阵也同个扫棒吼，迄个冠军来到洛杉矶，本来。请这临时犯出来接待，因歪查，伊讲这个什么有趣的东西，所以咱大人就开始第二步。迄阵大家听到可能迄个真紧，因念伊搞，所以消息真无好传哦。刚拄仔讲无 email 无啥物哦，啊有个人地址也无定个，啊无。所以迄阵阮个统计敢若无地图，所以我入定餐馆伫请他餐，无地图，结果消息直直传出。啊，平时看交咱台南交咧拍，伊讲伊看到遐，哇，大家在遐落来，落去伊讲伊要 take over， 伊要搬，伊要办啦，啊，咱就买菜，伊做伊去，我拢啊照个办，我变十栋出来，真盛况，但是呢，参加的人结果一块都变两块都办啦，因为因俩买了材料，咱来讲学堂呢，有时啊定假期，所以也唔知咧有干咩状况。我会记得我听人讲真来讲话，吼，伊迄日就是讲一句话，我迄阵听听我处理处理。伊讲恁遮小朋友吼，我有一个红包互你，你毋通有遐学生来讲，你来叫我扛哦，你毋通互伊扛哦，你来扛底下吼。我记迄阵讲一句话，哈哈，正难知道，真来伊安尼讲来讲白，我讲这学生唔行啊。OK， 啊伊拄好讲起。但敢若做同样诶，伊也真稳健，所以就开始带阮去美国人诶 Toastmaster 去参观去看，就开始积极来组织吼。所以说，阮就对伊做几年，所以阮教会有较迄个需要，所以阮就抓包。但是继续去今仔日，也搁安尼努力去拍拼，生活做淡薄样，实在是就真好领导者。啊，到1970，伊去沙利文做到1970。来接这个 case 算了嘛？迄阵我们较常较普通的在东洋会吼，啊，这所在来办，但是迄年阁特别，一个特别的这个啊事件，就是讲因为教授，我们来为七年就来到这个以色列，但迄阵来个七年吼，我们办的民众大会，开始我到三区咧办第一次嘛，吼办民众大会，所以迄阵我东洋会平均算应该是一种亲属签来的政治。所以是嘛，做一台伊搞办一款物件，讲也是正常。要招人也真困难，惊惊，但是也是真难。要是阮行到后面，超过十个人，这个保安就麻烦了。偏偏咱无人接，就无人接，所以大家用直接较靠在工业大厦来做事情。那现场要是就是 Central Plaza Hotel 吼，有三梯，去做也五百人的这个会议，要是西方蛮好的。还叫做钱，这个是高级的活人哦。那所以大家团结，每个人也是，大家一起来就开始发起。外州也真侪个什么病，所以一场咱有超过500人来参与，哦，参与。所以迄阵呢，哦，我在台，即个同样会，等于说我对你欢迎大家，啊，为迄个计划我们也当然。所以我，到1990年我到当地应该台湾。OK， 所以迄个是较大，啊，所以这个大会呢，怎么样一个盛况？他说空前的一个巨大聚会，啊，对大家影响真大，因为我是咧意识转换起，
但是以后较无惊影哦，较加出起头哦，台湾等等，所以咧出来以后，全咱各种费用差不多另外计。那么，甲我做门面料，嘛是我一间关系，真真歹势要出来。门料做到大名三星来搞生意，即个讲袂清。我话即个少年家也上好，所以去到拜托，我请你出来做。所以大家办头头一年了，第二年好，发生出来做。所以我讲，伫即个1974年搞好的吼，即个年轻人搞好的，就锻炼即个。因为东西东西，有就即点干，唔通随便交给。我来做第二年是安那，第一年了要找人找无啦，但是你有一点啊，咱想要出来做。黄勇，你这边人来来讲对，等等，不是我名叫啦，打拼电话我嘛要竞选，所以可能像我这种怀念就用不到，所以实在是失灵的。我们在董永辉地摊，你只能过这个，不计价的，然后给小的，所以只有残留嘛。另外，另外，实在残木是高叶树，那你必要是我用各式各样。所以我也请点个条，简单来讲，对东西咱参加这同样的东西，必须真单纯。尤其拄到在为台湾来这边来投资嘞，就是已经是外州完成行业的，你话，所以差不多是单纯的。那不就这种东西呢？吼，农业的客户真济吼，啊，有厝的啊，做少，做生意也真少吼。啊，大部分是来这个中华路还是阿甘吼，所以。所以咱当时呢，就是讲有遮青年人哦，对我来讲，我去给毕业啦，所以讲对这边个我少年，明仔来破坏这个环境，可以比较比咱们都较顺利来发展。第二方面呢，第二层呢，啊，我怎么今天在台湾在中山路是这吴教授变了，当时有这款的名落吼，差不多收集有500人啦吼。现在偌济人咱唔知，伫洛杉矶有偌济人咱唔知。有一挂人也阁真惊呀，伫迄个国民党诶迄个政治威胁诶迄个阴影内面生活，也毋敢公开出來，所以款人阮就无度人投票，无人联络，甚至伫咧东区内面有人有名人咧无联络诶所在，吼，所以差不多公开有名差不多500人，伫迄个时代吼，差不多7273也阁差不多迄个数量，迄个活动，所以呢，伫即个。以后呢，来到1970以后，我想回回颠颠的来啊，台湾啊，回是请家族来，哦，啊回就是读书，往台湾住啊，迄个时阵，台湾啊，大家真多的刷手刷，所以洛杉矶怎啊样，咱就是做个吼，啊，阮教回来，我那就感觉，咱个就是做个吼。所以咱当时在同样的这个活动，差不多是从这三款方式啦，去找一个较大间的这个餐馆，还是讲去找一个较大的厅啊。会议厅来底下来办这个游乐会、晚会、唱歌哦、表演，啊，食饭。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去找个较大个运动场，哦，啊，所以底下来拍篮球哦，这台球，这一般方面这个活动，是到底下食饭哦。第三方面就是讲穿衣较高华，去高华较水的，也可以看风景的所在，啊，想到底下野餐，哦。我讲到这外口，我伫拄仔前天有讲到杨浩新先生，当时也是在日本啊，伫一间旅社咧拍工吼，迄阵嘛欢迎，讲几点要来食，所以即摆计迄阵我就食，所以即款来今仔种小做，真有成就个人吼，当时来台湾也真刻苦，真干，真拍拼吼，所以当时的乡亲呢，会使讲年纪拢真轻啦，啊，所以因来个食拢变食苦，也拍拼。所以看伊拢代志拢无分大小，啊，讲也无过节，不抗拒就做。我即卖人要加做，拢会问看还是什么工作吼，辛苦拢会问者。迄个时阵咱就是大家拼。另外遐当时在拼的人，今仔日咱来看，因为咱的社会在情况也在流失吼。而且就是即款人也谈不来。那所以各个看，罗贝干这个七十年代。有这个能源危机吼，啊，这个雨较远，就较无爱出去吼，啊，佮大家愈刮愈晒愈方便，就是扩散吼。为乌龙之间，因为三个人都去吼，大家愈搬愈远，为这个澎湖那边去，所以你要一个所在要办一个冬泳会，确实真困难，真困难。
所以迄个时阵，即个观念就是讲，开始去分设分配，吼，会淡薄来，就算你开始蛮好一分配，啊，落尾就是安尼分定分去，啊，人佫定做来以后，各种各业啊拢产生，所以呢，大家拢进入这个社团组织，吼，有即个总会会啦，有即个什么医管会吼，啊，有即个商会，有即个啊师啊会吼。各种的这个活动就出来。我记得1993年，我迄阵最后一遍参加起来是这个较大大型的同样工作，就是准备礼拜的去音乐节。迄阵有60个来参加这个社团的，60多个人爱来组织这个工作。所以表示阮趁的差距真侪，虽然阮都参与，同样会变一级的国际，但是台湾同样会，那要讲啥物讲的，就是。同时开始这个平台，予人大家吃明白，否则以后行入因的专业，行入因的处理，组织各种会，所以慢慢的这动员会就失去迄个吸引力。刚刚你咱来伫台湾，你就袂组织动员会，出去拢是太难。这动员会就是一种少年故乡，迄阵吼，而且台湾的朋友在做一个真宝贵代志，但今仔咱已经到几十万人。所以，这个需要讲慢慢较少，但是咱人无失了，各种培养出来，大堆的这些培养，我即款我们在做，因为要做新的培养，这个年轻人，所以这款会才变做拢定位这个专业，要特别的这个方面去吼，所以咱也是真欢喜，但人个进来也是真欢喜，我感觉台湾真可爱。有一篇我会记得，在准备会是世界有马路开这个大会，迄时阵报名无偌济，因为我调阮阿叔各地来，全部大概700多个报。国民党掠到这个消息，全派比咱较侪淡薄的人来来闹台，啊，因也准备一份宣言哦，准备要多数决战要宣布。我迄时阵山顶人打电话落来发起来，当然你就看下所在，迄个报300-400人。全背个要正式全变，往一年人来走，所以他们困难的事一到底，这是咱有信心。为个无别人开始，无要咱白银老会，恁就参加着。伊个最近高等咱办两百，拢2-3千人参加。所以呢，但咱丢个这个课题呢出来，大家拢很紧张，紧张。这是咱要不进步嘛所在，所以过来讲咱来重建。哦，出青年了出来，你看，你地上上，那张就老是跌跌的哈，我那唔敢说，阿伯也老，阿哥也出事，所以我简单介绍介绍介绍点点。多谢青年兄哈，我咱今日这三位哈，我咧有做些物件哈，我是1977年、1978年我才来到洛杉矶的，所以我去工作拢是对我来讲拢是新的。咱今仔三个演讲完，但是今仔有一个咱可能在家己要去的是，迄水泉遐吼，去用搬10几吨吼。今仔也来到现场，你要讲几句无？伊嘛是1984年的东洋的理事呢。迄时阵啊，水泉强的大音乐会伊有参加主办，不过伊即马。現在在六個物質活得不錯看我以前八年的頭髮黑黑黑現在頭髮白白了現在我們這個三個講員很精彩的演講會都過應都是討論來討論可以用吃飯的時候也可以討論不過我覺得大家如果有金幣好像需要問的比較問的可以聽一下